对，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唱歌给大家听。然后先做自我介绍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牡丹乡，牡丹村，我叫阿守。然后啊，谢谢。然后今天为各位带来三首歌。第一首歌呢，也是一样，是一首英文歌。那这首英文歌的名字叫 Best Part， 对 ，OK， 那就直接来吧。
这是第一首，接下来第二首呢是一个乐团，这个乐团叫做告五人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？对，那对对，他有一首歌叫《披星戴月的想你》，这首歌应该比较多人听过。好，那这首歌跟第一首就它的节奏啊，跟它的音量就差比较多。OK。
快就来到第三首歌。那这首歌呢，是张惠妹的，跟刚刚主持人唱的那个 What's Up 的歌手一样。好，那这首歌比较抒情一点，叫做《人质》，张惠妹的《人质》。OK， 那就直接开始。
掌声给我们的阿手。哇，你有在经营自己的粉丝专业吗？没有，我是职业军人。哦，你是职业军人？对，职业军人还可以把吉他弹得这么好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什么歧视？不是啦，我说你还有时间练吉他？平常放假时间，放假时间练，对、啊、哦，很有心哎。好，再一次掌声给阿手。那么欢迎下一位演出者，叫 Bruce。